你们看这个稳定器多稳。哇，这个稳定器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就是拿来就能用，闭着眼睛就会用，三分钟来给它装好。对，你没摁，你先把这个调，你垂直，你垂直，推到底，推到底。不是，还是不行啊。买了这个新稳定之后，我们今天中午只有100块钱的饭钱了。你看我干啥？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中午的伙食标准就是，我想吃点辣的。你不能吃辣的。我想吃点好的，还能吃饱的，钱得花的少的。那你就出来说就这家呗，这个菜单合适。走吧，走。来一个大锅，大锅的鸡丁不辣，大鸡不，大鸡不，大鸡不辣。哎，这个小店在外面看不出来，它里面有这么多人，我们推开门的时候都傻了。我们刚在门口拍，我们以为这店还没开门营业呢。哦，它那个菜单在墙上贴着呢，写的是鸡公煲大锅38，中锅28，好香啊，我已经受不了了。那个我们的那个大鸡部什么时候上啊？什么时候就上了呢？至理名言，我天！我这儿有个小哥哥，如果通过借位的话，我是不是可以？跟他死磕呀，跟他死磕呀！你把他的饮料喝了，你把他的饮料喝了，你喝这个饮料，就是。哎，给我个吸管，你信不信我能把他的饮料喝过来？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想去自选。琳琅满目，豆皮我最喜欢豆皮。少拿点，2份就行了。你不是说让我吃饱吗？我不饿，我减肥了，怎么可能吃饭？牛豆皮，我要吃香菇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我来挑挑饮料吧。走，在我们愉快又祥和的选菜过程中，我们的大鸡部上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大锅的鸡公煲，那里边有洋葱。这是什么？萝卜。这肯定是萝卜。这是土豆。打赌吧。赌啥？赌今天中午这锅汤，喝了它。行。空气的那个萝卜。你喝，我干了。你不能指鹿为马，指萝卜为土豆啊。嗯，还是可以的，38这样一锅。聚汤涮菜都可以去，我们先吃肉吧，尝尝这个38元鸡公煲味道怎么样。很重的料味，但是很好吃，很香，咸里面吃完之后有一点点甜，它甜的有料味，对不对？对，煮出来一层油，就是鸡肉本身的里边那个鸡油塞牙就比较舒适。我想下菜吃，闻下脸。哇，这个涮香菜老好吃了。真的吗？我这个香菜特别好。我之前吃的那个鸡公煲里面就是撒上一把香菜和一把那个芹菜叶。哇，香菜灵魂了哇！怎么办呀？这世界上有人不吃香菜，我要哭了。来，我给你们过个火。好嘞。哦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哎，过年回老家了吗？我过年回老家了。才回来是吧？嗯，我回成都了。哇，大火！哦，纸着了，阿姨小心。哇塞！铁手无情。习惯了。危险！没事，待会儿回来。谢谢阿姨，大家都没看到阿姨拿一双手摁灭了火。咋了？怎么了？虚了？天呀！我今天居然没涂睫毛膏。我刚才熏着眼睛了，然后我想着我要流眼泪了，会把我的睫毛膏弄花，但是我刚才没有感觉我的睫毛膏花了，原来我今天没涂睫毛膏，我好难受，这个，我真的很难受。鸡
鸡汤豆腐皮。我眼睛看不见了。好了。我眼睛又看不见了。这个豆腐皮有毒。你有病。我一吃豆腐皮我眼睛看不见。不停的人在，有人陪着你吃饭。对，我们从这个店，我们从进去到我们现在吃完出来，那个人就没少过。三个人吃了136。嗯，我觉得味道还可以。我觉得味道已经就是这个价钱来说已经很棒了。味道还不错，但是这个环境啊，它就是大排档那种比较嘈杂的环境，可能听不太清楚我们俩说的啥，因为我们的这种百灵鸟一样的喉咙可能。不如平时那么悦耳动听美妙了。对，哎，大家体谅一下吧。嗯，味儿有点大。对，嗯，反正现在身上也挺有鸡公煲的味儿的，一会儿回去让 Coco 闻闻吧。不错，你闻闻。就这样吧，拜拜。以后啊，轻易不要和木哥去做赌，好吗？赌也赌不过，说了是萝卜。到时候喝呀，我喝呀，喝人喝汤吧。我胖嘴，我不得吹吹。到现在还不认是不是？到底是萝卜还是土豆？土豆。说啥也不能把这个怂给认了。汤可以喝，萝卜不能认。